下面用跳球的方式往前进。什么意思？跳球的方式？往前进，开始跳，抓着把手，两只手。这边呢？对对，抓着。跳跳跳！哇！不要让哦，不要让哦！选错关。你的脚，球放大一点啊！哎，起码赢一关嘛！啊！谁说他的啊？搞屁啊！球圈加油！教练，我在前面等你。我去帮绿茶加油可以吗？我去帮他拍 OK 啊。我去看一下余强权。绿茶加油！可以。我们就剩你一个回来了。你回来我们就赢了，快点！绿茶快点，他快要追上来了，剩一格，加油！快点！你只要到我们就能先夺旗了，快点！加油！加油！我在旁边。加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加油，撑住，撑住，休息一下，呼吸一下，快点，不要停啊！要追上来的，快点啊！真的被追上，我们就糗了，快点！我们只剩这最后一次机会而已，不要夹那么大力，轻轻的跳。不行不行，脚痛，脚痛，走吧。你怎么五到不行？五个站就刚好选这一站，我们也要撑住。单脚跳有办法吗？好，这样就好。对，好，加油！我们至少要执行。对，夹着它，夹着它前进就好，夹着它前进就好。轻轻的跳，不要受伤。夹着跳，轻轻。还是你夹着用走的跳？对，用走的。不用夹着走。你很棒了，用走的就好。怎么搞笑这个？啊，绿茶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不行，慢慢来，快点，快点。慢慢来。你不要骗他，慢慢来，快点，慢慢来，加油！你不要太累，要不然明天加油，你明天脚站不起来怎么办？绿茶，加油！彩彩休息一下，我在这里陪你。彩彩，不要骗，不要不要骗。彩彩，我在这里陪你。快点，剩两格而已，剩三个，不要你，不行，换人呐，换我当然可以啊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行，快点啊！你想一下，我们只有这次机会而已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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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！快，快紧张，加油！快到了，快到了，队长，快到了，队长！啊，没有了，加油！强权的脚受伤。哦，对，他脚受伤，因为没办法，是用抽的，对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哎。几步位？再跳三十下，一，我这样跳要跳五十下，三，四，五，五，四个到就夺旗了，快点，夺旗了，快点快点快点，上，快点，都剩最后了，加油！不是，他们真的没有算到有人会躺在地上夺旗啊！这太水了，尖叫水，把我脚这样子。可以这样，这还超累的。不累不累，问题我脚很痛。因为韧带受伤。哎呀，谁叫你得到这一关啊？命运，这是命运的安排。命运安排啊！那就 double 最后一里路吧。好，加油加油，很好。加油，可以，来，剩下一点点了。哎，其实真的很累。对，有累，这个有累。哎，我这样会瘦哦。会瘦，你会瘦。加油加油！跟着你。走。啊！哇，你看你赢我哎。很好很好。很好。棒。
加油！日常呗。哎，是不是应该给一下掌声鼓励一下？来，开门！来，很大精神！你的精神我们都看到了，好不好？受伤的脚一路上一样把它跑回来，至少得到大家认同。那个绿茶虽然当了几天的闹队长，但今天最后你冲关完成，最后拔起，谢谢哥。虽然被石头撞到头，好不好？我们等一下给你医生去看一下。恭喜获得 double 的薪酬，来，来来来来来。队长抽，队长抽，你要慢慢来哦，好不好？能几颗就几颗，掉了冲。队长，你现在头有点晕，可能不太行。你如果能夹个七颗出来，哇，那几率很大。再搭火那就慢慢来，交给你，交给你，交给你。可以的。球，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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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球，打黄球啦。黑球，黄球两颗。两颗啊。两颗，两颗。拉上来，拉上来！来哦！哇！四颗黄球！哎！一次抓住四颗黄球！非常很棒，非常很棒！那么这一关是 double， 所以就是八颗了。八比十五，八比十八，八比十八，八比十八。